房子其实是你买的，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你朋友，以个人的名义把这套房给买下来，钱我出。房子呢，老钱已经转到全全名下，就差你签字了。 生气了呀？对不起啊，我错了。我只是不想你被迫卖掉，承载了你和全全那么多回忆的房子，更不想你将来后悔。你为什么要道歉啊，心情？谢谢你，谢谢你对我跟全全那么好，谢谢你让我们有了一个完整的家。